好，我们开始。无量寿经科注第四回学习班报告十六。尊敬慈悲的师父上人，诸位法师同修大德，大家好。惭愧弟子王柏林报告题目。诸佛菩萨、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都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。师父上人对于《太上感应篇》经文，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畏之，开示说，善人的标准很多，最高的标准就是大圣大贤，也就是说，大圣大贤就是世间的大善人。所以，《往生经》及《弥陀经》里面也有这样说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个诸上善人就是上善之人，上善之人都聚集在极乐世界。佛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随便说说，确确实实给我们立下了标准，什么人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呢？就必须要依照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的标准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讲的敬业三福，这三条总共十一句都要做到了，叫做上善。所以，诸上善人是指这十一句全部做到了。如果只做到敬业第一福跟敬业第二福，后面一条没有做到，没有做到发菩提心、深信因果、读诵大乘、劝进行者，这一条，这叫中善。如果只做到敬业第一福，第二条跟第三条没有做到，这是下善。老和尚说，第一条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能做到的人就不多了，更不要讲是第二福跟第三福了。所以，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少？李炳南老居士说，一万个人只有一二位而已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所以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为什么？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决定是善人，所以你现在如果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五欲六尘，还有贪嗔痴慢疑，通通跟极乐世界无缘，这麻烦了，没有缘。所以，到极乐世界都要善人，那怎么样做到善人呢？老和尚前面跟你讲得很清楚，你最少也要做到敬业第一福，下善之人嘛。
如果连下善之人都做不到，那说老实话，念佛怎么去念？日夜不间断地念。老法师说，古人讲，你念到铜墙铁壁，还是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善人。答案就出来了，你不是善人。一般都是善恶夹杂，人家极乐世界是善人聚会一处，不但是善人，而且还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。老法师说，你怎么去得了极乐世界呢？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谈的条件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这一句在哪里呢？三福里面第三条的第一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是上善。所以发菩提心的人就是上善之人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发菩提心呢？你要做到老和尚讲的看破放下，你就是发菩提心了。你看不破放不下，就不是发菩提心。金刚经宗序，离一切相，行一切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，这些都是发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呢？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就是觉悟，真正觉悟了。觉悟什么？《金刚经》所说的觉悟标准是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有没有真正明白呢？你真正悟入了吗？开始悟入佛知佛见。你真正彻底明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了吗？什么人可以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？他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他能够离一切相，行一切善，他能够做到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，他就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真正觉悟了。如果诸位真正对这句话觉悟了，他当然就是可以放下了。所以刚才讲说什么叫发菩提心，老和尚讲的看破放下，你什么都放下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就像刘素云老师一样，他连癌症都不怕，他连死都不怕，他说他要表法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叫做发菩提心。以前印光大师还教我们要把一个死字放在额头，他是教你每天提醒你自己。刘素云居士根本不用放额头，
他根本就不怕死，也就是说，他想表法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所以真正觉悟的人，他什么都放下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都是虚妄的，没有一样放不下。所以放下就不是凡夫。那么大乘是彻底放下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发菩提心？发菩提心简单讲就是放下。六根接触六尘，它全部放下来，不会住相身心。我有一个莲友，他在1996年从中国湖南嫁到台湾来。他的先生是台北某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。那一天是因为我们办2015年台湾清明祭祖大典义工培训，他第一次来，主动跟我打招呼。他听过我讲的《太上感应篇》汇编网路讲座，他主动，他自我推荐说，我是王某某，王居士，我们是这样认识的。他讲出他死去11个小时后还阳的事实，令我非常的惊讶震撼，说怎么会出现在我面前这个人是死了11个小时再回阳的。王居士回魂故事非常不可思议，证明佛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这位莲友善根深厚，听老法师讲解科注讲座，也非常的乐善好施，常做网路法布施，点阅率几万人。他的儿子因为出生时得到佛光普照，是用生命换过来，所以把他取名叫佛光。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，就相信因果不空，净土也是真有的，深信地藏赞，三途六道闻妙法，四生十类蒙慈恩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就是三十系念里面讲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是绝对千真万确的。而且地狱是真实存在的，只要你造恶，一定会有地狱，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认识。只要是台北人都知道，台北市福州街有一个妇幼医院，王居士因为怀了这个儿子，在福州街的妇幼医院待产，结果羊水先破了。生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，羊水要是破了，就是小孩子要出来了。他这个小孩子也是很特别，脚先出来，一般都是头先出来。一般来说，脚先出来的，我们会说是坐莲花下来，
有些因缘特别的小孩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头在上面，脚在下面。那天，妇幼医院急诊室紧急通知李姓医生赶过来。李姓大夫说，哎呀，那没关系，一般的生产。急诊室说，不是，已经看到脚了，啊，那就不得了。就赶快过来，脚出来怎么接生啊？到后来没有办法，医生就手伸进去，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想到佛说，胎欲观身不净，九孔不净。那医生把手伸进去，要把小孩慢慢抓出来，结果不得了，马上就崩一下，血崩啊。王居士跟我讲，那血不是用流的，而是用喷的，把医生的眼睛、头部都全喷成血啊。当时医院说，这小孩子危险，就叫他先生签字，到底要保儿子呢，还是保妈妈？医生说，两个只能选一个，儿子死了，妈妈就可以活，妈妈死了，儿子就可以活，只能二选一。他先生说，能不能两个都选呢？因为已经知道是儿子了。医生说，不行，只能两个选一个。他先生当时就想说，好吧，小孩子再生就有了，保老婆。你看，佛菩萨要度他，地藏王菩萨要度他，是这么一个精彩的生命过程。这一段我一定要讲出来分享，让你醒悟，生死无常，人生难得。然后医生就把小孩子拖出来，变成血用喷出来。女众是没有办法血全部都流光的，那绝对会死路一条。王居士脸色苍白，当然就死掉了。死掉以后，他的魂刹那间就离开那个肉体，他很清楚。你看，我们这一念自性，见闻觉知，是多么的灵敏，多么不可思议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当时他站在自己尸体旁边，他竟然不知道这个尸体是他本人，这表示凡夫有隔音之谜。他还站在旁边跟这个尸体说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好可怜啊，怎么脸色苍白躺在这里。他不知道这个是他前身，他的前生，他不知道啊。合掌说完，他的魂啪就飘出去了。所以禅宗教你参，托死尸的人是谁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只有这口气在，他不就是死尸吗？晚上睡觉，小死一次，谁在做主？谁在起作用？参。王居士说，他对台北市福州街妇幼医院周边非常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吃西瓜。他从湖南嫁来台湾，他常在附近买西瓜。结果他这个魂
就是我们佛家讲神识，飘出去以后，因对福州街周边地形熟悉，他常常在这个马路上穿梭，他知道这里出去右转是哪里，左转是哪里，知道啊。结果魂一出去以后，前面马路全部不见了。以前在佛陀教育基金会，简丰文老师跟我说，当时我还半信半疑，老师说，如果死了以后变成中阴身的时候，当离开肉体时，如果是到三恶道去的话，或者说到鬼道去，地狱当然是马上就去了，那是大善大恶，是马上就往生净土或抓去地狱了。老师说，如果往生鬼道，比如说中山北路，你很熟悉，整个中山北路就不是中山北路了，也许就变成一条血河或变一道火光。他说完全不一样了，法界完全变了。以前我听到这一段，也许没有去过，没见过，来了也隔音之谜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哪晓得说真实的故事讲给我听，哎呀，真的如简丰文老师说的那样啊，太恐怖了，这个真是宝贵的生死经验。王居士说，整个福州街全部不见了，换句话说，法界全变了，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做五趣杂居地，这证明佛经讲的没错啊。他说整个前面变一个雪皑皑的世界，雪国世界，变成冰天雪地，非常的寒冷，他就觉得很冷。他说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冷，那么冷啊。突然间前面出现一位菩萨，王居士不认识他是谁，回阳后才知道他是地藏王菩萨，他戴一个法帽，拿个锡杖。王居士就问他说，我怎么会来这里呢？怎么旁边都是雪地呢？地藏菩萨很慈悲，跟他讲，回去，你回去。他问，我怎么回去？前面都是雪，我怎么回去？没有路啊。地藏王菩萨就把锡杖拿起来，往前面这样一划开，前面变成一条笔直的水泥路，他就走水泥路回来了。听到这里，佛赞叹地藏菩萨神力、慈悲、智慧、辩才不可思议，十方诸佛赞叹不可思议事。我们读《地藏经》里面讲，是没有错啊。地藏王菩萨锡杖轻轻往地上一挥，前面就变成一条笔直的水泥路，他就走回来了，用飘的，不是走的。对，我再补充一下，他魂刚离开时，他大体是死在那个平台上，他还记得很清楚，是在妇幼医院的三楼，他的魂飘出去以后，飘到哪里呢？他飘进电梯里，
台湾一般民众说碰到鬼叫阿飘，这个讲法也有道理。他飘进电梯，他说也看到电梯有人，可见没有肉体，但是还看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性是不生不灭，见闻觉知还在啊，见性还在啊。他说，哎，奇怪，他们的脚怎么可以着地，我的脚怎么不能着地？因为他已经飘在半空中，然后就坐完电梯又飘出去了。因为他死的时候，他先生坚持不签字，不签字，尸体就不能送太平间冰起来。总共坚持了11个小时，等到回魂，他先生终于等到他回来。刚才讲，飘到外面的雪国世界，然后地藏菩萨给他画一条路飘回来后，他先飘到3楼去。他跟地藏菩萨讲说，奇怪，怎么找不到呢？你看，他一动念头，地藏菩萨马上在旁边。地藏菩萨又再轻轻地上画一下，他又飘到地下室去了。一到地下室，看到他的尸体在前面，他就本能地扑下去，又回魂了。现场护士都吓死了，以为见到鬼。他从那一天早上凌晨5点多雪崩，一直到那一天晚上7点回魂，大约离开肉体11个小时，精不精彩？很不可思议吧？这位王师姐，她的神识灵魂离开肉体，证明我们常在讲座讲，我们这个自信是不生不灭的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只有迷跟悟的不同而已。悟了叫佛，迷的叫众生。自性本无生死，哪里有生死？他刚才雪崩，尸体死掉了，这一期生命的结束，分段生死。他飘出去，还可以看到电梯，还可以看到人家脚落地，还可以看到地藏王菩萨，还可以看到冰天雪地，还可以回来福州街的妇幼医院，再找到他的尸体。自性哪里有生死？从这个故事，我们就千真万确的、肯定的相信，自性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从来自性就没有生死，我们就有很大的信心了。生死只是那一期生命的结束，肉体的结束，一期因缘的结束。所以你执着世间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我的土地，这是我的眷属，这是我的爱人，这是我的小孩，这是我的天下，这是我的企业，这些都是执着而已。你放下执着，就出3界了。你放下分别，就出9法界了。你放下妄想，就证入一真了。证明老法师跟我们讲的道理千真万确，
王居士鬼门关走一回，告诉我们真相。佛陀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老法师说，我们这一句经文念得很熟，其中的道理没有参透，表我们没有放下，也就是没有觉悟。佛用比喻告诉我们，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？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就像刚才举王师姐例子，她生小孩发生雪崩，她的神识离开那个肉体，才知道世间是梦幻泡影，身体不可得，小孩也不可得，丈夫也不可得，连这个世界也不可得，他就必须要离开了。离开他所生出来的小孩，离开他的丈夫，离开他的身体，连自己的身体都保不住，还有什么东西保得住？所以佛陀跟我们讲，世间这些相是梦幻泡影。老和尚讲的，相有体无。老法师教学经教的同学，对于这些道理一定要知道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不但在经教上你懂得随文入观，要把在经教里面所学到的在生活上随事入观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事事物物你都能用智慧观察。用智慧观察这些现象是什么？总而言之，这些现象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去观，不是打妄想，不是在那想这是梦幻泡影，不是的，不用想。观是不用心意识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是这样观察，时时能提得起《金刚经》上这四句偈的原则，对照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然后你得到的总结论，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的心自然清净，自然就放下了。不会再染着，你的智慧会开。果然把一切法都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那你就离开苦乐忧喜舍了。老和尚说，你还会有忧虑吗？还会有烦恼吗？你心里还会牵挂吗？没有。像我刚才讲那个王师姐，她就很了不起。她的神识离开肉体的时候，她飘出去了，她也没有留在尸体旁边，她也没有放不下她先生跟小孩，她就出去了。还好她出去，是见到地藏王菩萨，又回来了。表示王居士是个善人，还好他见到不是黑白无常。如果他执着在现场，情执变成一个守尸鬼，他就见不到地藏王菩萨了。如果没有见到地藏王菩萨，就没有回魂的机会，他尸体也烂掉，他就换成另外一世了，
另外一身了。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空到人间走一回。听到此故事，主人翁能不欣欣乎？所以老法师说，如果你真的能够彻底明白，彻底的觉悟，大彻大悟，一切万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他说，这个人怎么还会有忧愁呢？还会有烦恼呢？还会有牵挂吗？你不能够明白《金刚经》这句法语，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就表示你对于世间的这个假象，你还没有看透。老法师说，如果真正做到了，他就能够做到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？因为他对诸佛所讲的这两句话彻底明白了。彻底明白的人，他菩提心就现前，这就是菩提心。所以什么叫菩提心？我们讲说密心了不可得，彻底明白自己这一念心，明白一切万法是不可得，毕竟空，无所有。这个人，我们称他叫做觉者。老法师说，菩提心现前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孝养父母，才能做到圆满。什么叫孝？古人讲得好，孝字这个字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为一人，这是孝。它不是分开来的，它是一个整体。父子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是一个整体。你看诸佛如来、法身大士，他们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，这个孝叫做圆满。如果我们对于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这是大不孝。这一个字什么意思都不懂，你怎么落实？为什么天神会保佑他、护佑他呢？因为他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应。所以老法师把问题点出来，你怎么样可以做得到人皆尽知呢？你跟别人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跟别人可以平等无二，你可以平等心对待他，别人就尊敬你了。你根尘接触，我相跑出来，人相、对立相出来了，他怎么会尊敬你？因为你排斥他，你排斥他，他就不尊敬你了。老法师说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呢？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跟众生合为一体？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不要说天下的众生，就像你跟你的连友，你跟你的家人，你跟你的朋友，你能不能够合为一体？要怎么样？你一定要打破执着跟分别，否则你做不到。你一定要转识成智。在于凌波老居士著《八十归居颂》里面讲，初地菩萨就开始
转时成智了。第六时分别转成下品妙观察智，开始用智慧观察。第七时莫那执着，转成下品的平等性智。所以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证得平等？唯识学里面讲的初地菩萨，到八地菩萨的时候，第六识就转成中品的妙观察智，第七识转成中品的平等性智，到十地满心金刚预定现前时，第六识转成上品的妙观察智，第七识转成上品的平等性智。阿赖耶识第八识转成什么？转成大圆净智。那前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根就转成所作智。这是老法师常在讲的转八识成四智菩提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转识成智，你就可以跟众生合为一体，否则你做不到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就还有分别，你就会有执着。这是我的道场，这是我的钱，这是我的莲友。所以老法师就做到了。老法师透过他的修行的行为，就让你看到、见到这个境界。老法师不用讲到这么深，什么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、大圆净智、成所作智，老法师表法给你看。老法师怎么做到？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他老人家没有道场，他不盖道场，他就能够平等了。他到任何一个道场去，他曾经到香港圣依法师那边去讲经，那边是修禅的。老法师如果到禅宗的道场，一定赞叹禅宗的殊胜，他就不讲净土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平等性智。老法师没有第七识莫那的执着。老法师如果到一个道场去讲经，他也常常到佛陀教育基金会来，到我们孝莲讲堂来两次，人家给他所有的供养，他全部留下来不带走。老法师在讲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时候特别提到，他告诉他的学生弟子，他说，你们到别人道场去讲经，千万不要互留电话，人家都吓死了，人家怕你把他的学生弟子带走。老法师说，留电话还不打紧，还互相照个相，合个影。他说，留个影以后，人家给你供养，你全部都带走。老法师说，下次人家不会找你去讲经了，那法缘就断掉了，他的慧命也断掉了。你为了那个小小的供养，你断了这个法缘，断了这个慧命，多划不来的事情。所以老法师他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把人家给他的供养留下来给当地的道场，这个叫什么？老法师没有跟你讲说
这个叫平等性质。在我浅见，这个叫做妙观察智。老和尚会智慧观察，我为什么让你苦恼呢？我为什么让你生烦恼呢？对不对？菩萨所到之处，皆令众生得欢喜。老法师不就做到这个境界吗？这个境界就是法身大士的境界，对不对？老法师没有把供养带走，就是没有莫那时，没有执着。老法师不执着说，这是人家给我的供养，我要带走。那老法师还有我相，老法师还有人相，老法师还有众生相。哎呀，这1000个人听我讲经，众生相，这么多人听我讲经，有这些功德相、寿者相。事实上，老法师没有四相了，也没有四见。老法师跟六祖大师一样，跟海贤老法师一样。老法师已经做到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境界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，了不起啊！跟鸟科禅师一样，吹不毛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是平等无二。老法师入这个境界了，太殊胜了，众弟子们，我们看得出来吗？这就是这里面讲的，老法师做到他自己讲的境界。老法师是做到了再说出来，我们是说出来还做不到。老法师做到什么？老法师做到，他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，所以他推动多元文化教育、宗教的融合。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的呼吁，他到回教国家，老和尚的好朋友马哈蒂、纳吉、马来西亚的前首相跟现任首相，他不断地跟他们讲群书治要的重要性，帮助这些基督徒，帮助这些回教，甚至莲友都起烦恼，师父，我给你供养，你怎么可以供养回教？师父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呢？他只是菩萨视现在另外一个教派里面去教化那些众生，所以老法师他是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。老法师就是真正的善人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心有戚戚焉。老法师为什么今天注释讲经说法，90松寿，身体还这么健康，这么长寿，这么康宁？因为老法师为众生表法做到上善了。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他们都做到了，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恭敬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。为什么龙天护法拥护？就是天道佑之嘛。为什么众生不管善人、恶人，对诸佛菩萨都非常的恭敬？因为诸佛菩萨、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都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。所以老法师为什么说
他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有把握。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，老法师做到了。他做到什么？上善、中善、下善全做到了。敬业三福的三善他全部做到了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落实了，一定往生的。所以我们读到老法师这一段的开示，我们非常感恩老法师这样的一个慈悲开示。他如果没有这样开示，我们怎么会去明白说，为什么我念佛念了半天，没有得到佛菩萨给我保佑，我还生了一大堆病，我儿子还不乖，我的家庭还不幸福。原因是你完全不明白，也没做到小善、下品善、中品善、上品善都没有做到，当然不能感应道交，改变命运。如果你能做到下品善，你也可以得到太上感应篇说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畏之。惭愧弟子黄伯林报告至此，祈请师父上人教诲，若有讲的不妥之处，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听了黄居士这一篇的报告，他给我们很详细的讲黄居士回魂不可思议的这桩事情说给我们听，这是现在人真人真事，有没有鬼道？有没有地藏菩萨？在极度困难的时候，地藏菩萨来救他。凭什么？这个人肯定善多于恶。这善恶有个比较啊，每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不是善就是恶，不是恶就是善啊。我们也听过很多这些故事啊，我们身心健康，我们居住环境的好坏，全部都是我们业力所感召的。跟佛经上说的没有两样啊。大乘经上佛常说，相由心生，相是物质现象，身体是物质现象，生活环境是物质现象啊，相由心生，这个心就是念头啊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每个往生的人都起好的念头啊，什么念头是极好的念头？念阿弥陀佛的念头是极好的念头。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圆满般若，十方三世
一切诸佛名号。换句话是，念阿弥陀佛就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通通念到了，一个也没漏掉。这还得了吗？又告诉我们，这一句佛号不但是佛的总名号，而且里面佛号里面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论，一句话都包括了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很难体会呀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落实在经中，这个一就是名号，阿弥陀佛名号。一切那就是一切万物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在里面。真正清楚，真正明白，哪有不念的道理？念什么都不如念这句佛号。那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多年不灵？啊，这不灵的原因是我们的心不够真诚，不够恭敬。啊，印祖讲得很好啊，诚敬两个字。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啊，用在念佛这个地方啊。经上讲得很明白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忆佛念佛，你是心里想佛，别打妄想。把打妄想换成想阿弥陀佛啊，所以供佛像供一尊，一生不要改变。为什么？你天天看他印象很深，便于观想啊。我心里想的阿弥陀佛像就是我供的那个尊像，啊，所以不能供得太多，都是阿弥陀佛像，都不一样。这一到往生的时候，哪一尊佛像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这个念头一动呢，就去不成了。啊，所以一生供养一尊像啊，不会有这个问题啊。啊，一个名号，一尊像。啊，我们这几十年来，都供着这个。我们这边哎，白底蓝色的这一尊像啊，这尊像是清朝的，应该是清朝初年，差不多有300年啊，瓷的，说得真好，越看越欢喜啊，现在方便了。瓷包袋容易打破啊，所以我们把它照下来做成照片啊，大量流通，无论到什么地方身上一定带这张佛像，养成习惯啊，向佛就向这一尊佛阿弥陀佛，念佛就念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啊，念这个就一切都念到了。佛门里头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全在里头啊，一样都不漏啊。
十方诸佛赞叹，十方诸佛没有不劝人念佛的，没有不赞叹念佛的，你这功德多大啊！我们千万不能忘记。啊，遇到什么灾难不怕，念佛问题就化解了。王居士这个经历他是个念佛人呢，所以这样大的难关啊，两次遇到地藏菩萨，他回来了啊，这11个小时灵魂离开身体，把这个经过的历程为我们说出来啊，正是佛经上所说的没有妄语，都是真实的啊。难在什么？信。我们信佛了，但是还是有几分怀疑，这个信心不踏实，问题出在这里啊，果然诚信，像刘素云那样，刘素云刚刚接触佛法的红斑狼疮，那比癌症还严重啊！啊，他为什么能度过这个难关？他若无其事，根本就不理这回事情，把生死置之于度外。啊，每天听经10个小时，真叫一门深入。他10个小时，那个时候就用光碟，一个光碟1个小时啊。早年间呢，啊，就这一片听10遍，尝试熏修。啊，一天听1遍，一片听10个小时，啊，听完了从头再听，10年如一日啊。他念佛，信愿行通通去除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所以有人说他有深度啊，我不敢说啊，念了这个10几年呢，当然有效啊，他很少出门，从来不应酬啊，每年也到我这儿来个1-2次啊，每一次大概不超过1个星期学佛。要像他这样学法啊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没有丝毫疑惑，
真心有极乐世界，真心有阿弥陀佛，啊，真心四十八愿，加持念佛人，摄受念佛人，真念佛人必定生净土，啊，不能怀疑啊！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善事，有缘就做，没有缘不攀缘，啊，攀缘就做错了，啊，为什么有攀缘？世间人名利心没放下，啊，学佛的人，哎呀，我要修点功德的心没放下，其实念阿弥陀佛就是功德了，圆满的功德了，啊，那对众生有利益遇到了应该做，啊，帮助苦难众生，啊，遇不到别去找，念这句佛号就好，啊，就是圆满功德，很难的，啊，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知道，啊，也可以多看几遍，特别是初学也有老修，都可以讲给大家听。啊，他的题目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，本来是一体，众生迷了不知道是一体，啊，真正是懂得是一体，菩提心自然生出来。好，我们看底下一位，人是教得好的，第六集节录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仁者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妙音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人人必看的采访。在广东省某县，我们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采访，感到深受教育。被采访者有普通百姓，还有看守所极恶的犯人。通过学习圣贤教育，这些人都能教成好人。因此，我们相信人是教得好的，这绝对不是口号。这个社会绝对有希望，大有前途。中国可以给天下做最好的榜样，这就是实验证明的结果。一，浪子回头，天必佑之。看守所其中一位犯人是一名死刑犯，30多岁，他是因为持枪杀人被抓。他拿枪把别人打死之后，自己也不想活了，举起枪自杀，一枪朝头打去，把头盖骨打穿了。后来警察来了之后，把他抢救过来，但是大脑已经受了损伤，所以他身体一直在那发抖，那都是后遗症。他已经被判处死刑，这样一个畏罪自杀
穷凶极恶黑社会的人，让他学习传统文化还有什么价值，还有什么意义，他能学出个什么来，我们来看看。采访者问，你因为杀人被抓进来的，在这儿已经有多久了？犯人说，2012年5月份进来的，已经进来2年多了。他学传统文化有什么感受？感受很大。学传统文化之前，我都死过几次了。自从学了传统文化到现在，给了我新生的念头。问，但是你已经被判死刑了，你说的这个新生的念头是什么意思？答，我觉得挺对不起我父母亲。在过去，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。自从学了传统文化就有，他的孝心升起来了。问，你过去做过很多坏事，可能没觉得后悔过，但是现在后悔了是吧？答，是。如果我早一年能接触传统文化，我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。现在判决书已经下来了，他是死刑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提出去枪决。他现在有什么愿望呢？7月28日，这名犯人把自己的愿望全部写了下来。他最后写道，希望能够把他的事例给天下人看，尤其是给那些准备拿起刀和枪，准备打打杀杀的那些黑社会小青年听一下，可能会挽救成百上千上万的生命和千百万个家庭。这是他现在的真实想法。采访者问，我看你原来还写过一封信，你说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还有最后的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在看守所里的这个传统文化教育不要中断，是吧？犯人答，是，因为传统文化可以教育很多人，看守所每天差不多都会进来人，我能学到，他们刚进来都学不到了。他怕传统文化教育中断了之后，以后的犯人就不能得救了。我死了都没有什么所谓，最主要是让后来人不要重踏我的脚步。采访者问，你觉得天下犯人要是不学这个的话，太可惜了是吧？犯人说，是。如果不学传统文化，他们出去了还会再进来，他们还会继续造作恶业，继续再受罪业。这名犯人在文中写道，我不知道哪一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，可以说是无比的痛苦。要不是弟子规陪伴我度过每一天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活下去。如果能够拿我的势力来教育好那些作恶的人，那么就是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会安慰，因为我偿还了血债。他感到自己就死而无憾了。我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那些后来人会重复我的脚步。采访者问，要想杜绝这个
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。我看你这信上写了两次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你在过去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善的话，从来没有吗？犯人说，没有，我都并不觉得我做这些事是错的。过去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，这回头一次认错认罪了，现在他一直在读佛经。犯人说，读佛经可以消除烦恼，还有解头痛之忧，只要读诵佛经，头痛就会好一点，读佛经就好一点，过后就还会再痛。我做这一点不算什么，是我欠这个社会的，是我应该做的。采访者说，但是你这颗心太好了，太难得了，所以没事儿就念佛。当被问及他想对家里人说些什么，这位犯人说，我想对我家里人说，我太对不起他们了。对我父母亲说，身体法夫受之父母，我还没有尽过一天孝，希望来世再做他们的儿子，报答他们，孝敬他们。同时我还想对死者的家属说声对不起。采访者说，被你杀害的人，你现在忏悔？我觉得黄所长那个话很有道理，他讲的话是《孝经》里的话。他说，孝悌之志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你现在虽然在监狱里见不到父母，能不能尽孝呢？可以。你读诵经典，包括佛经，回向给他们，他们都能够收到。这是《孝经》里所讲的，这就是尽孝。而且你现在存这么好的心，菩萨的心，你的父母都会跟着沾光，受害人也能够宽恕你。我们希望你不要害怕死亡，这个是什么？用你的话叫什么？叫赎罪，叫还债，偿还一条命债，不要害怕。犯人说，我不害怕，我这条命都是欠他们的。采访者说，那你仅有的这几天的时间，你都存着这颗善心，祝福天下人，祝福以后进来的这些犯人都能够学到这个传统文化。你带着这么一颗心离开这个人间，一定会去好地方。不要恐怖，不要害怕，你这个心是仁慈的心。我想后来的这些犯人虽然没有能见到你，但是你写的信，我相信会挂在看守所里，让后来的人都看到，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死刑犯，他有这么好的祝福，有这么好的建议，能拯救很多很多的后来人。他们因为你的忏悔，因为你的劝告、忠告都受益了，他们也感恩你。刚才这段采访，特别盼望向司法部、司法局这些主管监狱、犯人的机构，以及公安干警都应该来看看，真是太感动人了。就这样一个人，等待上刑场砰的一枪，等待枪决的一名犯人，他学了传统文化没多长时间，
就写出这封感人的信。他说，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。古语有言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看看他所讲的，第一，希望传统文化在监狱里千万别中断了，因为这太好了。我是要死的，是要被枪决的，后边的人要能学着也好，名利跟他已经没关系了，他什么都图不到了，这是没有任何需求的一片爱心，是自己的良心，发自良心的。这样的人，他能够把良心发出来，用什么？用圣贤教育。第二，他没有任何怨恨，死而无憾。第三，他无限的感恩，就是求监狱，求社会，大家都学传统文化。所以，采访者在现场就跟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虽然要被枪毙上刑场，这是你犯的罪，要受到惩罚，罪有应得，并劝他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后来在阿弥陀佛在人间的栏目中专访净空老教授的时候，主持人就把这个感人的事例跟老教授报告。采访者说，已经判处死刑，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执行，问他死前有哪些话要说，他说，我就有一件事情，希望我死之后，我在监狱里边所看到的传统文化不要中断。他说这个太好了。这个宣传部长他说，怎么会有犯人，过去你们采访的那个自己坦白有命案，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为了救父母，现在还有这样的，也是死刑犯。他说人怎么能交出这么好的效果。净空老教授说，所以这些死刑犯被判死刑，他都升天了，他不在三途，为什么？他良心完全转过来了。人间判他是死刑，是送他到天道去了，果报不一样。因此，人造了罪业之后，他的心改变了，后边也能改。老教授说，后面果报改变了，他到天道去了。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所以他要到天上去。采访者问，师父，他这个福报是从哪来的？净空老教授说，念头转过来的。这一念善，这是大善，他不是为个人，是为所有将来犯罪的人都能够受到这种教育，这就是大善。这救多少人，他自己得救，他会救许许多多人，希望所有犯罪的人都能够觉悟过来，好事情啊。罪犯他服了，还有罪业还没有被调查出来，他自己发怒了，枪毙也不在乎了，良心得安了，这是教育，你看教育的力量多大呀。那这个人要不要再给他出死刑呢？不应该了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他变成真正的好人了。因为如果再处死，就是杀了一个好人了。老教授说，那就把好人杀掉了。采访者问，师父，那他过去他确实杀过人，那个罪该怎么办呢？老教授说，过去杀过人是可以原谅他，那个时候他没有受过教育，他不懂，这就情有可原了。采访者问，师父，那大家会问，
像这个杀人的人忏悔都可以原谅，那些贪官呢？净空老教授说，贪官可以原谅。是啊，那你就变成廉洁的官员了，我一样任用你，我信任你。如果你以后再犯的话，那连前面的账一起算，所以叫中恕之道。想不到这期访谈节目还正在录制的时候，看守所警察打来了一通电话，说这名被判死刑的犯人，最高人民法院把他的案件驳回重审，换句话说，不是死刑了，很有可能是死缓，这人有可能就死不了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古语说得好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佑之，这是真的。这位死刑犯临死之前发了一个大善愿心，竟然案件被驳回重审，刀下留人，这难道是偶然的吗？我们可以想象，他将来如果在监狱里，一定是很虔诚的传统文化弘扬者，他就是一位老师，他可以教给多少犯人好好学习传统文化。这也可能就是老祖宗所说的护佑。人有善愿，天必佑之。发这么大愿心的人，你把他枪毙了，还不如让他多做点好事。天地有好生之德，相信那名受害人的家属听了之后也会感慨，确实一枪把他毙了，还不如让他多做点善事，因为他已经改过了。尤其学佛人都知道，他再把这些善事都回向给受害人，冤仇就化解了。所以人发大愿心，感天动地，没有不受感动的。如此恶的人都变成一个好人。二，遇事深冤，莫取凶财。下一位犯人刚满17岁，抢劫、强奸无所不为，到看守所学习传统文化也都学好了。采访者问，你自己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犯这么重的这些罪，为什么？犯人说，人的欲望，因为整天在外面玩，又向家里拿钱，家里不给钱，之后一心想要多一点。问，就是欲望控制不住，家里又要不出钱来，那你会怎么办？犯人说，所以就想到了去抢，这样快，而且又不用自己的劳动力，这样去抢的。采访者问，那你学了弟子规传统文化之后，为什么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？犯人说，你抢的东西倒过来，那是不义之财，这全都是凶财，抢了之后还要被抓进来受牢狱之灾，这一点我已经想通了。以前他从来不考虑这些事情。问，那你们总听说过犯罪要判刑的。犯人说，以前是想抢了，别人不会知道我是谁，现在就想了，没有这种可能，既然抢了，就一定会有人知道的。采访者问，你对因果教育、因果报应这个教育，你有什么感受？犯人说，以前说什么因果，我是不相信的，现在我相信了，真所谓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他是真的相信了。问，换句话说，
将来有这样的条件，有这样的缘分让你去造恶，你也不敢了。犯人说不敢了。问，你觉得因果它的力量是不是超过法律？犯人说超过。这名17岁的年轻人，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，不怕警察，不怕法律，怕因果报应。警察监狱你可以躲，报应你如何躲呢？无论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人，给他讲明白了，他作恶的心都不敢有，因为他害怕报应，知道这是得不偿失。作恶好像是有一点好处，所受到的报应灾难比那个大多少倍，他不划算，他想明白了，因果教育真的是太好了。所以中国天主教的大主教傅铁山长老见到净空老教授就说，因果教育，城隍庙是因果教育，能顶10万名警察。所谓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在当今社会，因果教育迫在眉睫，是当务之急。3，认祖归宗，天下太平。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，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们的伟大。他们所留下的珍贵遗产是全人类的瑰宝。净空老教授说，他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，是属于全人类，全人类都需要。弟子规说，凡是人皆需爱，天同覆，地同载。只有这种气魄，才会有如此的智慧。所以我们要认祖归宗，这是一条光明大道。圣贤教育突破空间，为世界各国所必须。圣贤教育突破时间，5000年、10000年还管用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要对人是教得好的建立坚定的信心。传统文化圣贤教育能够拯救我们的家庭。古人说，修身，各个家庭成员，各个人都注重修身，身心和谐，家庭就和谐，这就是齐家。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，每个细胞都健康了，身体自然健康，于是国治，国家自然得到很好的治理，成为天下的榜样，自然而然天下平。这要依靠群书治要等古圣先贤的经典。希望普天之下一切炎黄子孙，全球华人携起手来，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中华民族能够复兴，英国大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，人类社会就有救了。我们相信习主席的理想必然能实现。祝愿普天之下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，恶人悉皆弃恶从善，改邪归正。祝愿世界各国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。无限感恩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，无限感恩净空老教授的教导。以上是惭愧弟子妙音恭敬报告的《人是教得好的》采访第6集节录。如有不妥之处，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大德同修会与批评指正。无尽感恩，
阿弥陀佛，惭愧弟子妙音顶礼敬诚。我们看了妙音同学这一篇的报告啊，想起最近这个十几年，我们在海外各地讲经教学，遇到几位国家领导人，啊，几乎都问我，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？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，有没有方法能够化解？啊，这一类的问题我遇到很多，可以说，一切国家领导人，啊，我们在联合国遇到很多驻联合国的大使们，啊，都同样有这些问题。我回答他们，一个总的原则，所有这些问题，归根结底，是疏忽了教育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啊，那个时候是帝制时代，做皇帝的人只图自己的欲望享受啊，必定亡国，政权被别人夺去了啊！如果这些历代帝王都能守住祖宗的教诲，他就不会亡国啊！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有一次老师告诉我，他问我周礼有没有读过，我说没有，三礼我只读过礼记啊，周礼仪礼没读过。他告诉我周礼是全世界最好的治国宝典，如果周朝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够依教奉行，他说现在还是周朝，还是周朝。啊，真的吗？你细心就读周礼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它好在哪里？著作这部书的人，圣人，
何以知道？大公无私啊，念念都是为天下众生着想，没有替自己想过啊。所以他说，世界上每个国家治国的大法宪法了，跟周礼比较了，那逊色太多。教育多么重要啊！周朝那个时候，国家并没有统一。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的八百诸侯啊，那个诸侯国都是独立国，现在讲的主权国家了。啊，不过就是遵从周王啊，称周王为天子啊，都听他的话，有问题都向他请教。他等于说是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总顾问。啊，大家称他为圣人，向他学习。有争执的时候，到他那边去，他马上给你解决了。啊，几句话就化解了。教育嘛，没有别的。周家的教育教得太好了。历史上讲周家的三太。啊，现在人称夫人为太太，这太太从哪来的？啊，从周朝来的。周朝开国，这三个人太重要了。啊，文王，周文王的祖母太姜，母亲太任。他自己的妃子太师，三个太太从这来的，这三个妇女都是圣人啊！你看他养的儿子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啊，孔子一生最佩服的是周公。他想学周公，可惜当时这些诸侯王不肯用他。啊，以后回家去教学了，自己没有这个缘，没有这个福报，要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后世。对的，正确的。啊，他自己没想到啊，他也想到了，就不必周游列国了，老老实实在家办学啊，啊，称之为万世师表啊，这他没想到过，啊，会对于这个国家民族有这么大的影响，啊，你说那十几年去周游列国，浪费时间呢？要好好教学多好啊，出多少人才啊！啊，所以他跟释迦牟尼佛比，释迦牟尼佛聪明，过往不要啊，从事于教学，太伟大了啊，值得我们细心观察，值得我们学习啊！所以教育
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，以后被写到三字经上，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，真的啊，你可以看到小孩出生，我教大家注意，一百天，孩子出生一百天，你细心就观察啊，你看他的笑容，你看他的动作，纯善，那什么本性表露出来的啊，说性恶是错了，性恶是什么习性啊，你不好好教他，他养成个坏习惯，那就变成不善了啊。所以周家三太会教啊，会教小孩，从怀孕他就开始啊，端正自己的心念言行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会影响胎儿啊。历史上记载的文王的母亲怀孕他的时候，眼不识我色，不好看，不看；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傲言。你看，身口意他都做到啊，完全让胎儿禀受正气。这个小孩出生好养，听话 啊小孩出世之后他就会看，就会听。父母要表演给他看啊，他睁开眼睛竖起耳朵，他已经在学习了，生下来他就学习了啊。所以母亲要照顾他一千天三年，这扎根教育是妈妈的事情啊。那具体的来说呢，那现在弟子规，弟子规是他父母在家里头做出来给小孩看，是这么教的啊。因为小孩的祖父母年岁不大了，也不过就四五十岁啊，所以他父母在怎样孝顺父母啊，每天做，孩子天天看，看熟了，将来他就会孝顺了啊。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教小孩念的，不是从小孩说，是父母做给儿女看。啊，让儿女在这里扎根，你自己没有做到，叫他做，他不会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教育太重要了，古圣先贤教育，你看《浪子回头》。啊，真回头，你看，天必有之。他见性了啊，死刑可能判作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可能再判有期徒刑伦理的教育，道德教育，因果教育，
圣贤教育，这是中国千万年来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的啊，不认识字的人也要接受。为什么？他从小看惯了，他都学到了啊。中国古时候教化应题设施三桩东西，祠堂、教校、根啊，孔庙教道德，城隍庙教因果啊。所以他这里说呢，早年福田山父老，他是中国天主教的大主教、总主教，跟我是好朋友。我到北京，我们一定碰头，一定在一起吃饭。啊，虽然他是天主教，我是佛教，我们两个很谈得来。啊，有一次他生病，住在医院，我就看他，我手带了一张地狱变相图送给他，他一展开看告诉我，城隍庙啊，一座城隍庙放在那，抵得一万名民警察都不止啊。我说一万名啊，他说十万，加了一倍，十万啊。为什么？人民不敢做坏事了啊，这地方治安就好啊，啊，这很有道理啊。这老朋友都走了啊，我现在很少到国内，老朋友都不在了，年轻这一代都不认识啊，所以就不想去了。年岁大了，老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是真的。这一生不生净土，再搞轮回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一生没白来，这一生是无量劫来最圆满的一生。啊，人道，我这样的念念，不能说还有明年呢，不可以说。过一天算一天的，啊，明天还起床了，这又多活一天。要这样想，彻底放下。啊，一口气不来就走了，哪有明天呢？好好的抓住今天，啊，不要去打算还有明天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应该是80余岁的人以上的人都要有这个观察，能看到这一点啊。活一天好好用功念一天佛，活两天念两天佛啊，一定到有一天阿弥陀佛带我走。佛菩萨真有，一点不假。你看这边所讲的，前面所讲所说的地藏菩萨啊，真的有灾难他来帮助你啊。往生是大事，阿弥陀佛决定没有谎言，不欺骗人啊。你只要信愿之名，决定
的事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